这架飞机运来的物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，对我们应对疫情也起到很大作用。这个团队的成员还带来了他们在抗疫一线积累的临床和科研经验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中国有一个应对这次疫情的防控的方案，还有诊疗的目录方案， 我们都翻译成了不同的文字啊，我们希望对一方也有帮助啊。